记者肖雨涵台北报道。罗时丰、柯淑琴和方文琳主演台式情，方文琳则表示两个女儿从小除了会做小卡片外，喜欢烹饪料理的大女儿悠悠还曾在母亲节煮了一桌好菜，在厨房忙了一整个下午，令她感动崩哭。她想起这些笑祝说，当天我在房间看完剧本，女儿喊开饭，看到一桌子的菜，我感动得崩溃大哭，因为她做的实在是太精致了，而且非常好吃。台式情